行了吗？我给俺打开机器门儿。这接上三百八火电。完事调反正转，我是说他听见了。听见。调反正转，把方向放那个电机的转的方向调对了之后，在这里边加水，加到三分之二，就是加到这个位置就行。完事阀门关上，完事接气泵，把气泵从这接上，接完之后在这里边加料，这大排。打完之后往这里边加完料之后，加完料之后把这打开，把这两个管打开，打开之后你调流，打开之后调流量是，完我的刻度它调在一个位置上，调好流量。流量调好之后，启动之后设定十秒，完事往外打，找拿两个容器，完事把这两个管找在容器里边，往外注上十秒，完事称一下比例，如果两个比例一样了之后就可以。把这个两个比例一样了，完事把这两管再上上杆住的时候呢，浇筑的时候把这个气阀打开，打开气阀，打开气阀之后按这一注射就不用关了，把这地方全开了，煮完了之后自动停，自停完了之后听完了之后，把这两个阀关闭之后，开水，完事开气儿，清洗这个枪头，清洗个三次到两次，那就可以了，也完事儿。关上。还得关上。这水气儿上。